见过这个的朋友吗？老板，我要一份毛豆腐。要一个是吧？嗯，找了好久这个。是，他刚才来买过的。对，他把你带来的噻。对，你这个都是一般什么时候卖啊？一般就是这个时候，在这个的过年，跨年就没有了。哦，这一份是不是什么？25。这放的是什么？酒。哦，那为什么要放这个酒啊？这酒杀菌呐，杀菌消毒啊。这盐辣椒要辣一点还是不辣的？辣一点。这个应该是挖角。嗯，这拿过去还放几长时间呢？现在放一个礼拜就可以吃。开始疯狂放，这个样子差不多。现在还不能吃是吧？一个礼拜，等一个礼拜才能吃。对，放个3斤米了，再放3斤之后再像这样放3斤。哦，好。最后就是这个样子。